墙论证，优质立论。民进党市议员党内初选登记第四天，立委何新纯三度陪同，从自己服务处到邻居的登记，统统不缺席，积极程度让外界解读是绿营在台中的母鸡。中小企业的心声，或者我们换个区域看，海线扛把子蔡其昌声势同样不小，但两人至今还没松口。反而是前台中市长林佳龙的子弟兵王义川自信爆棚，先表态说要跟卢秀燕角逐下一届宝座，有自信可以击倒燕子市长。绿营的招数让人不飒飒。他们自己党内在吵什么，我们看不懂啊。那是玩哪一种把戏，我们也不知道啦。面对大选，各界摩拳擦掌，但绿营母鸡至今还没现身，基层民代能接受吗？基层大家也非常的期待，说赶快来决定哈，让我们的这一个小鸡有这个强而有力的母鸡来带领。好像我们资深比较久的议员或许在整个组织啦、人脉啦，在整个运作上面，我们都能够单兵作业。有一些新人他们当然他们没有选举过啊，对地方也不是很熟悉啊。像现在他们如果已经初选通过了，市长还没有产生的话，他们一定会非常的担忧没有这些母鸡来带动，相信新人会非常的恐慌。从派系到登记，民进党的母鸡到底在哪里？外界睁大眼睛看。就台中综合报道。吃面，喜欢吃水饺，好，总觉得少一味的，来，这一块是什么？海皇 XO 干贝酱，直接来这个 QR code， 快点 Go QR code 来帮我扫一下，快点 Go QR code 里面呢有很多中天严选的商品，喜欢的好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喽。